一个号称智商157的人，去年怎么会被国民党骗去签六点协议呢？其实我们两个人有很相近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台大毕业的，我们都当过党主席，而且最后我们的农地全部长出了停车场。哇，太辣了！除夕你智商真的有157吗？认真吗？那为什么人家说你图利的时候，你竟然承认？你是嫌刘宝杰的收视率太低了吗？还是嫌脚本不够新？还是嫌科黑不够多啊？他掌握了很多数字密码，比方说一日双塔、一日北高、一人政党。再过三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会不会怕？不要嘴硬，看看我们太子好吗？我们很怕。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，什么事都跟柯文哲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主席你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一一落实了。你可能会觉得很困惑，为什么我手一直要举着？因为没有办法，看到你的时候，就让我想到，我只是看到怪怪的，就忍不住要举手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主席怪怪的呢？我就很好奇，一个号称智商157的人，去年怎么会被国民党骗去签六点协议呢？哇，主席先不要生气。主席，明明最喜欢的就是什么7:30。说到7:30，回想当初加入台湾民众党的时候，因为柯主席呀，嗡嗡嗡的工作习惯相当的出名，我那时候做足了心理准备，第一天入党。听到7:30上班，我整个人都傻住了。7:30也太晚了吧？这真是太离谱啦！最近主席传简讯问我，说要怎么提升频道的流量，但我怕想起，怕主席想起不好的回忆。而且我这个人非常的有品，所以呢，我就不会把它念出来了。但我后来也没有回复主席的问题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愚人的问题，智者无法回答。但最后，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柯文哲主席邀请我参加台湾民众党。其实我们两个人有很相近的地方，我们都是台大毕业的，我们都当过党主席，而且最后我们的停车场，我们的农地全部长出了停车场。哇！太辣了！各位，辣不辣？太辣了！来，小姐姐，你会怎么应战呢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来来。等一下，我跟各位说，刚刚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主席，他的表情还好吗？好像还可以控制。接下来换小姐姐了，我们的简报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湾队的民众党的我们的党团主任陈芷涵。好，主席说好了，今天不能生气哦。我从加入柯团队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有一个问号。主席，你智商真的有157吗？认真吗？那为什么人家说你图利的时候，你竟然承认？这样子剪掉半你很轻松哎，都不用消失16分钟的录影录音，也不用说上面要办你就是要办你。你是嫌刘宝杰的收视率太低了吗？还是嫌脚本不够新？还是嫌柯黑不够多啊？哇！绝对是民众党的流量密码，他掌握了很多数字密码，大家说对吧？比方说一日双塔、一日北高、一人政党。听说有两个接班人，是他吗？是他吗？该不会接班人有2年条款吧？三，柯文哲绝对是第三势力的代言词，但是我说的不是形容词，哎，是真正用数字选票算出来的事实。哇！
5周年党庆，大家 give me five， 除夕 give me five， 好，最后，再过3天，哦，我还没说，柯文哲他真的很聪明，他真的很聪明，他知道1+1=牛顿力学，2=1+1是量子力学，可是我就搞不懂啊，你对数字这么专精，为什么你去跟人家谈6点协议的时候，让3%，让6%，搞不清楚啊？再过3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会不会怕？会不会怕？不要嘴硬，看看我们太子好吗？我们很怕，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，什么事都跟柯文哲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不想换党主席，没有你政论没有话题啊，没有脚本啊，政论很难演呢。民进党还要找新的中共同路人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哎，赖清德还在赖皮不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，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。所以柯文哲继续加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继续的认真的过每一天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柯P告诉我们，认真就是一种文化，但是火烤大赛不可以跟我认真，因为认真你就输了。哇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最后这句话是打预防针，他其实超怕的。哎呦，来，我知道此时此刻主席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是主席你再忍一下，准备一下，再忍一下就好了。来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哈，哎，各位，我们希望呢火烤不要只是我们自己玩，好不好？全民参与，现场来，公开透明 ，QR code 把它给放出来。你觉得刚刚台湾队表现的比较好，还是民众队表现的比较烂？投出你的选票，投出你的选票，来 ，QR code 都把它放出来。线上的朋友，来那个连结也把它放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赶快来投票，赶快来投票，到底是谁获胜？今天这个火辣的第一赛火烤大赛，我们的胜负交给你们，交给人民，交给你们，来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大家都各自拉票中哦，所以这个场面我们有点无法控制。来，我们是不是等大家先扫一下？台湾队，谢谢大家。左右两边都有 QR code， 我跟各位说，这两位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他们可以待的地方哦。我现在有点抖，你知道吗？手机赶快拿出来！哎呦！这个有点可怕，对不对？台湾队，哎，最后10秒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继续下去了。来，10、9、8、7，投票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主席，你终于可以说话了。对于刚刚两队的表现，你怎么看？表情逐渐唔通。台湾队，还好了。一样是还好，不是主席，他们这样cosplay你都可以吗？哎呦，他们那个每天晚上那个政论节目更恶毒了，这还好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是心脏还算大颗，可以接受，还是其实他们都有私底下给你塞红包，叫你不要生气？不会了，这都还好啊。主席的确，怎么宜萱，我有点怕。对，我有点抖，还好抖，好抖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